那必须要挂切尔西。联赛迷兰对曼城，总总分也没给曼联造成威胁。尽管利物浦非常干脆地扔掉英联赛杯，英足总杯的困扰，让球队在五个人的欧冠赛前拥有足足11天的休息时间。但近期在英超赛场被曼城追得有点慌，周末还要做客老特拉福德球场，这让每一位红军球迷都提心吊胆，怀疑在欧冠累积黄牌。VVD 将无缘红军，今晚主场迎战拜仁的首回合比赛，这让利物浦的后防确实有点慌。范迪克目前在利物浦的作用有目共睹，一月中旬客场1-0小胜布莱顿，范迪克已经为红军出战第50场，在这50场比赛中 VVD 交出了以下的成绩：1.24场零封代表红军出战的50场比赛，范迪克帮助球队24次零封对手，这也意味着有荷兰中卫坐镇比赛的情况下，红军平均每2场比赛就能取得1场零封。2.33场胜利加盟球队后参与的50场比赛，范迪克和利物浦一起取得33场胜利，其中包括对曼城和巴黎等欧冠关键战役。3.88.64传球成功率，在红军生涯的前50场比赛里，范迪克完成了全队最多的3643脚传球。同时，脚法细腻的荷兰中卫保持高达88.64%的传球成功率。4.71.69%争顶成功率，身材高大，爆发力强劲，空中争顶是范大将军的最强武器之一。代表红军出战50场比赛，范迪克有着全队最高的争顶成功率71.69%，在同一时期内。VVD 其他几项防守数据同样带队内领跑，272次解围，59次抢断，21次封堵，这样重要的后防支柱停赛，您说我们不担心吗？不要跟我说洛夫伦有可能受益，不要跟我说还有法比尼奥可以客串，我就要 VVD， 就要。虽然拜仁方面也有目录停赛，里贝里生孩子，博本和博阿滕也没来，1-1战平莱切斯特，然后又1-1战平西汉姆。赛季结束时，利物浦会怎样看待这2场平局？这是最近3轮英超红军错过扩大领先优势的绝佳机会，原本可以手下曼城7分，但就是这2场平局，目前领头羊的位置已经不属于红军，曼城的杀伤力骇人，而且追赶的后劲十足。原本贝尼特斯、过奇森等已经带领纽卡斯尔水晶宫击退曼城，但红军却在联赛关键时候辜负了王红军老帅的美意，导致目前虽然少赛1轮，却被曼城追平比分，而且净胜球永远不如对手。该死的是，红军周末还将面对死敌曼联，如今的红魔就像赛季初的红军，谁碰谁死。欧冠16强淘汰赛抽签后，最为焦点的对碰便是3队英德球队的对抗。这次上周中主场3球击败多特蒙德，在德甲为保级而战的沙尔克04与曼城实力差距太大，如今留给德国球队活口的只有拜仁。英德前2组对碰过于一边倒，严重影响着目前英德联赛在欧洲足坛的走势。如此一来，拜仁势必肩负着为德国球队在欧冠续命的重任。红军是否会受到一些场外因素的影响，确实不得而知。此外，欧冠赛场面对拜仁，对于利物浦主帅克洛普仍是一个阴影。加舒执教多特蒙德期间，率领大黄蜂连续2个赛季力压拜仁夺得了德甲联赛冠军。不过2013年欧冠决赛，当时克洛普执教的多特蒙德却以1-2落败给拜仁，无缘拜尔德杯。翻查一下数据，克洛普执教生涯一共29次对阵拜仁慕尼黑，由于包括美因茨时期的数据，扎叔被虐惨了，仅取得了8胜5平16负的惨淡成绩。无论如何，今晚一定是一场硬仗。从目前情况而言，红军取胜的前景很难令人乐观。4点，请调好闹钟。以上是本期中少论坛的全部内容。不喜照喷，多谢支持。